参加综艺节目，跟小鲜肉张轩瑞大谈姐弟恋，让他直呼恋爱真好。最新番外篇花絮曝光，聊到小时候疯狂过哪些，张轩瑞说自己其实是宅男。我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宅男。然后我现在回想起来，我也觉得好险，我都是在打电动。因为我也因为打电动，确实错过了很多出去玩的时间。可是像我同样跟我年纪差不多的，可能二十出啊，或者高中、大学开始，他们都是往外跑啊，夜店啊什么什么。听到张轩瑞这番话 ，Selina 突然回想起出道时的自己。我也没有哎、欸，我也错过，因为我大二就出道了嘛、嗯。然后我们出道的前五年真的是超级忙，忙到大概一年真的只有过年可以放个几天那一种，然后所以就真的什么地方都没有去，就没有办法去享受。不过被张轩瑞问到是否后悔那么早出道， Selina 突然变开朗。不后悔啊，因为我现在拥有这一切啊，所以我不后悔，只是我就在想说，总有一天我要把我以前没玩都玩回来。什么都有的 Selina 现在就只缺一段美好的爱情啦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